標啦，都係咧為咗針對如果再遇上好似金州勇士隊呢類咁嘅球，佢打得好啊？點解？因為佢將入最後一年嘛。咁啊，佢嚟自塞內加爾，咁啊，其實咧喺英格蘭都有個足球員出名嘅，叫卓普。以前係打幾強嘅球員嚟嘅。頭先睇見咧係盧易斯基啊，唔獨食啦，幾個人掹住佢，佢寧願係分過右邊。今次希望一搏犯規，但係冇吹罰大鐘啊。Modern OK 啦，係啦，冇錯啦，只 OK 添啊。但係心理質素就好重要啊！依啲係咧隱形嘅質素嚟噶。射唔中咧就係巴斯啊！巴斯，好嘢啊！一個 delay， 艾爾夏靈頓。咁啊，今年咧，即係盧易斯基佢，盧易斯基佢本身個個性咧就即係自己打自己波啦，係啦。即係間唔咗兩場啊，但係主要都會用到做第六人。因為佢以前打艾桑拿攞個冠軍啊，佢都係第六人嘅喺大學嘅時候啊，好記性㗎。嗱，睇翻呢度一個快攻先，艾爾夏靈頓入將可以入到季後賽嘅話，就算唔保證、唔確保你攞到嗰筆錢，你都同埋都係要減低啊球隊嘅 turnover 數字啦。冇錯 ，turnover 咧真係想話爆呢個戴雲夏里斯啦，盧易斯基咧埋嚟協防嘅。OK， 艾爾夏斯頭先可以突破到嗰個 double team 啊，盧易斯基埋嚟嗰個聯防，我睇翻頭先。Josh 咁嘅 luxury 啊，仲有咁嘅選擇去俾佢。只係打曬二分鐘啦，一場起碼決陣十幾廿場咁滯嗰只。係啊，當然真係即係成日受傷啦，俾佢足夠。艾斯明斯，再睇斯。OK。咁艾啦貓魚嗰度咧，分分鐘有條魚睇，同埋有隻金隻嘅農場嘅。努力斯基三分球。哇！嗰啲幾彈啊，好舒服。你而家想引人喎，係嘛？係啊！盧易斯基睇翻佢頭先咧，角落頭咧嗰個三分球，好啦，用手啦，干擾住佢，瞄唔到個籃。哦，阿蘇布基今日真係一個亮，打大前鋒啊！一個更加快、更加矮嘅陣容啊！矮下凌頓三分球，追到佢只係爭一分。夠啦！盧易斯基反而咧用佢擔當搏腳嘅角色喎，喺呢段時間咧，盧易斯基喺進攻嗰個啦，起到嘅效應啦就唔係咁多。不過李信唔用嘅，留翻最後先用。彼得真斯走出嚟高位咧，搏一搏腳。哇！咁個樣就係艾靈頓啦。啊，午飯。Harrington 拉空曬一邊咧，俾阿巴斯啦，防住再埋到籃底一個 perfect， 哦，靚啊！唔中。罗伯茨，哎，泰利喺底线位，膊头 head fake， 再加几个插花，个人嘅篮。好啦，呢度咧，小马队收埋咗巴斯，换一个卓普入嚟，要完成啦。Darren Davis 膊脚，阿索布基，哇！扯咗卓普出嚟外线，过咗就冇啦。Helps 交俾阿卢易斯基，扯咗阿比达真斯出嚟，但系攞呢个波咧，唔知想做乜嘢。泰利都唔射唔到，博脚过嚟呢一边，咩事咧？何斯射三分球又，哇！零胜啊！五场投咗五场，输晒。再提大家。